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潜藏的灵力，呼唤胜利的前奏。哦，刚刚用了同样的队伍哈、哦，但是很不幸的是遇到的是这个拼图盾。哦，啊，我想要试一下攻击力就GG了。那现在再来试一次吧。基本上前面就是主 CD 啊，哦，也可以顶拍了第几次了，我忘记了。哦，总之成功就会上传了哈。所以这部影片搞不好大没有人看得到的。除夕地我们刚刚就第一关就直接把它除一除比较快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基本上连看我都懒得看的，直接就是一直拉了。三一，好，可以直接打了。哦，我已经打了 N 场了，所以现在已经打到有点麻痹了。哦，同 CD 没关系。好无聊，给它吸一下哈。吸不吸无所谓啦，那 CD 6很快就跳起来了。哦，由于录太多次了，所以我现在是有点处于一种恍神的状态，有没有？奇怪，怎么那么安静呢？哦，打稳不打快啦。哦，快要是一直狙石头也是一直吃啊，但是看大家的习惯。哦，现在话比较少，这个大家包含一下哈、哦，因为这个目前是属于一种那个恍神的状态。哟吼！我不会告诉你我刚在点头了，因为打的实在是太好了，是不是？尤其是我们在刷技能的时候，那个是真的是痛苦。哦，刷技是真的是蛮累人的一件事。但是三太子一直一 comb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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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combo， 基本上。哦，是属于这个是睡前的时候在做的一个，就是可以帮助睡眠的一个动作这样。哦，哦，这边的话一样，先 K 掉其中一只哈、哦。哦，记得、哦、要有新珠哦。我、哦、靠！哇！哇！
我没有注意到我新助离得那么远，刚刚转的我手上抽筋了，真的。好，断心没关系，我们这个一灯开下去就妥当了哈。哦，把一只处理掉就好打了。哦，一灯帮我们争取回合数是很长的。哦，如果这样你还没办法 K 掉他，我也没办法。说真的。哦，接下来就还 OK 了。哦，一 combo 一 combo 做，先把光珠弄出来了，因为我需要光，光珠跟其他杂珠都可以，哦，跟刚才打法差不多。哇，真的是有点慌神，这转的有点转不太动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攻击力比较高的，刚刚没记错是水瓶嘛，所以尽量可以除光水，好不好？尽量啊，这个不强求，因为有些时候珠子并不是能控制的。好，木妹可以吸了，我就再吸第二次了。哦，水珠来了。三二七八，这个好，稍微拉一下回合数哈。基本上木妹三叠就可以空转了哦。好啊，你可以空转的时候，这时候就轻松打了。啊，这样还打不过我就没办法了哈。我靠！好，现在只能伤他25%。我靠！吓死我的毛！嘘，还5回合哎。木妹要骑 CD 耶，好吧，下一回合继续绿珠好了。哦，这样就没有像刚刚那么好绿了，因为这样你现在就要消珠了。结果水珠不见了，就变成那个木珠了，无所谓了，攻击力还是够了。我暗珠是肯定是没有攻击力的，这个就毋庸置疑了。
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。嗯，火珠，看一下哦。好，可以，应该是可以。哦，用刚才一样的方式哦。就是他，我就是要他了。这次 combo 数看起来应该是比之前多。哦，漂亮！我还不送走你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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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 ，KO！ 哦，以上是这个医生队哦，这个爆发力的一个测试。哦，基本上这个不好意思，就是有点没精神了，所以这个讲话好像有点无神无神的状态。好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好，我来去睡觉了，拜拜。